一款基于走路与找不同的游戏。在这个游戏里，每次走在街道上都会遇到一名90岁的小姐姐，有时她是长颈鹿，有时她摇头晃脑，甚至有时她会化身成博尔特对你进行贴脸。如果你感到害怕，那么请把下班打在公屏上。好的，游戏现在正式的开始了。玩法非常的简单啊，就是找不同，先把街道上的场景记录下来，像这些个商店，还有这个杂货铺啊，包括海报，还有天上的云彩，每一个细节都得记得清清楚楚。记录完了以后呢，咱们前往下一个街道，如果发现异常的话，那么就往回走，如果没有异常的话，那就继续往前走。哎，不是这这啥玩意啊，这妹子这脖子怎么搞这么长啊，该说不该说，他俩扔都挺大啊。好，有异常，这个太明显了，咱往回走。嗯，天怎么黑了？来，咱们按照有异常来走一波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，看看这游戏到底有没有高能。没有高能，除了天以外没有任何异常。嗯，走。嗯，天居然又亮了，这是神马情况啊。哦，地震了，地震了，地震了。嗯，这个震感很强烈啊，得亏我是个蓝的，我要是个铝的，我都给我震喷了。哦，恢复正常了。嗯，还是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这脑瓜的，这是摇头晃脑完了，触电了，走。哇，旋风腿吗？干嘛的呀？